早餐喽。早上先来到台东池上的全家福点心屋，先填饱肚子，也是属于物美价廉的早餐店。解决完早餐，终于要开始这趟旅程的真正重点了。途中先到便利商店小憩，补充物资，上个洗手间。南横，我们来啦！天气晴朗，在山与山之间奔驰，我想这就是所有人生活的向往吧。下一个休息点，陈大姐名产店。大家在这吃点东西，补充体力。走吧，去那边看。活动中心，好可爱。一行人又开始了欣赏风景的长途骑行，一边欣赏传说中的最美公路，这条公路在88风灾过后封闭许久，终于在这次能让我们完整的走完它。谢谢一直以来辛苦又危险施工的那些你们，也幸好这次有朋友相伴，为此次旅程做足了功课。不管是食住管制方面，样样周到。看看这风景，一生中必来一次不可。4个小时左右的骑程，我们终于从台东到了崖口。这是崖口啊，这是崖口，这是大关山隧道，大关山隧道，那是大关山封闭，封闭，这是雄霸，雄霸，这是脏东西。那、啊、我的同伴哦，今天都休假，连休4天。那个前面有 V 的那个哈、哦，那个我的近亲他们都不在了，台湾黑熊去旅游，他们也要员工旅游，小 V， 对他们也要员工旅游，员工旅游。跟着一群老屁孩出门，却让我收获满满。收获了美景，收获了开心和友谊。等一下，哎呦！
下一站前往天池长青祠。淡化完毕之后，准备吃饭休息喽。接着往嘉义的路上，下起了短暂雨。首先到了高雄的甲仙，到了甲仙怎么能不吃点芋头呢？吃完冰继续赶路。去民宿的路上看见了超美的夕阳，今天入住的是位于嘉义的小青旅。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又发生了，这一群体力好的不像话的孩子们居然可以骑了一整天的车还有办法来唱歌。有人进来的时候说我不想唱我不想唱，最近都没有唱，然后呢
值回票价的一趟旅程，期待九日与你们再相聚哦。